江疏影现身机场，当天江疏影扎着低马尾，看起来知性又优雅，脸上戴着一副黑色墨镜，妆容精致服帖，特别是口红颜色鲜艳亮丽，衬托的整个人气色非常好，可以说是唇红齿白肤如凝脂的气质非常出众。江疏影身穿红绿大花相间的衬衣，下半身搭配一条白色短裤，脚踩一双凉鞋，整体造型简约清新又优雅大方，显得整个人知性又成熟，非常有女人味。江疏影的长相真的非常有气质，什么样的衣服都能穿出自己的韵味来。不得不说，江疏影的身材果然名不虚传，不仅腰身纤细，身段柔美，一双大长腿更是又细又长又直，而且白皙光滑细腻，可以说非常性感养眼了。不知道要秒杀多少娱乐圈的腿精呢？大概也只有这样的身材才能轻松驾驭大红大绿的衣服吧。然而，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，江疏影曝光的机场照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啊。